嗯，反了。反了。尖朝前。前面穿。嗯。先穿那个，先穿那个尾吧，先穿那个。这里。先穿这个。先穿这个。啊，穿入。嗯。然后再。尖尖朝前。嗯，对吗？呀，也不是很难。你哦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你插入，旋紧，最好是平，对吗？最好是平。你这个你可以自己调。嗯，因为它如果不平的话，它可能会形成一个 dead angle。它是这样的，对吗？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你旋紧，这一个啊 ，screen。然后这个时候你不是有那个 syringe 吗？嗯，可以拿一个 syringe 出来。然后你把那个针头拔掉，不要它，针头拔掉，只拔掉针头。啊哈，然后你看，像你学容易，因为你这个是非没有嘛。你看，记得你当时买那个没有，我看你都觉得不对。哦，嗯，行，嗯。到时候可以戴个手套来的，你就好一点。嗯嗯，旋紧，对，旋紧，那就好了，就这样。